二姐大，不要，你干嘛？不要这样。包子，这你都认得出来？对啊，因为你那个口罩太小。白痴哦，你这样谁不认不出来啊你？哎，你好的不学，不要学人家装什么歹徒嘛。我知道了，你喜欢我对不对？你喜欢俊鹏子的烟雾弹，所以你就直接讲，不要用讲的啊！讲讲啊！我操！废话不多说。我最近零用钱太多了，不知道怎么花，你可以帮我吗？那有什么问题？亲爱的包子公主，刚刚有什么得罪的地方，就冒犯，请你原谅。你有什么吩咐呢？笑，哭，装丑，很好。啊，唱得好爽啊！小光什么时候会来？小光等一下就来了，还是我打电话好了。哎呦，你坐好，不要那么躁动好不好？哎，我肚子有点饿，我去买饼干，顺便找小光啊。你们加油！哎呦。阿明好像怪怪的，会吗？不会吧？波斯你怎么了？我肚子怪怪的，我必须出去一下。那个包子第一次来我们家，你照顾他一下啊。哎，吃火山。博奇不知道什么了，应该没事了。哎，俊鹏，你刚刚答应博奇说会照顾我。是真心的吗？对啊，同学之间。哎，这个是我点的歌哎，我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想到你哦。如果没有遇见你，我将会是在哪里？日子过得怎么样？人生是否要珍惜？君鹏，我真的不敢相信，如果没有遇见你，如果……啊，那我好渴啊！包子，你唱歌一定很渴，对不对？我去帮你买饮料的，我马上就回来。哎，俊鹏，俊鹏，都没有问人家喜欢喝什么，讨厌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笔记忘怎么样了没有？顺利进行中。行不行啊？行啊，你知道吗？我刚烧了一整盆的艾草，那个烟只有大而已。俊鹏一定以为是失火，而且我跟那肉包子讲说，你一看到烟，马上假装昏倒。俊鹏不可能见死不救，最后只好实施口对口冷宫呼吸。真的要发生了，突然觉得我们好坏哦。哎、欸，干嘛干嘛？该不会想后悔了吧？怎么可能？让我们为我们兄弟默哀三秒钟。原来是你们在搞鬼啊！这么慢呢、啊？待会我要怎么昏倒呢？不要这样子，还是这样子比较美呢。这个夜太浓了吧，受不起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我的宝贝来了，俊鹏来了，还叫人家宝贝。俊鹏，我昏倒了，我好晕哦。我在这里昏倒的啦！吴伯奇，吴伯奇，你怎么了？哎，你不要吓我啊！吴伯奇，怎么办？剪刀石头，等一下，你们两个不要吵了。我来。嘿嘿嘿嘿，巴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。
可以不知道你的名和姓，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，我从来不明白命运是什么，自与你相逢从此不寂寞。嘿嘿嘿嘿，巴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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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综合台美好年代经典版连播2小时。